可爱的鞋子呢？一开始我已经消肿了，你漂亮啊。我正在录我的 vlog， 今天是第二天录制，工作日的第三天。今天起来什么都没有喝就已经消肿了呢。昨天晚上水喝少，今天浅浅的搞一个释放。我的工作人员说只要不是两个面子什么都可以。没有啊，我今天好看。我们来一个泰国特别版的矿泰达。600块，短发，眼睛，抖音工，平板头，漫步，土土车，因为玩的。沙滩海边，我们现在其实就住在海边。那多拍点 vlog 吧，布灵布灵，拍下好看。昨天两个辫子是因为。我有一颗少女心。